节啦，唔知阿爸今次有乜嘢介绍我食咧？我要介绍你食韩国纯汤甜品 hot dog。卡扎，酥脆嘅饼皮加上浓浓嘅花生同肉桂香，呢款糖饼系韩国传统嘅街头小食，虽然唔系咩新鲜潮食，不过呢个小食店推出嘅心形糖饼特别受少女喜爱，即叫即拆，加上心形冇煎香，成分天然，饼皮更加加入咗南瓜子、花生糖粉，个馅就系满满嘅黑糖，望到都真系好吸引啊！哇，呢个系心形嘅，我帮你试下。我又试下先，有啲似面包，又有啲似麻薯嗰种质地，而里面咧系黑糖馅嘅。情人节食呢个最啱啦，因为好甜啊！除咗心形糖饼，呢度仲有其他口味噶。如果情人节嚟首尔，就一于带埋男朋友仔嚟试下啦。